大家好，我是黄豆妹子，好长时间没有吃饺子了，今天做个素馅的饺子吃。黄豆哥也想吃了哈，正好给他解个馋。在面粉里面打一个鸡蛋，这样的话那个煮的时候皮不容易破，然后用温水和面。醒半个小时，趁醒面的时间，我准备些饺子馅。这是老不死丸。搁脚还盐撒了些细。今天我在这里包，这边暖和，而且还可以看小孩。玩要起来了啊！打硬一点啊！你擀面皮亏是吧？这是就开始就是，你是开始吃头了吗？先包啥呢？还是软是啊？软是啊。哦，你最该吃的是软是吧？你这包哈这三个还能行？元宝啊，这是，手不接下了。好了吧？好了，热三遍。娃教的嘞，我也猜了。娃鸭子要吃吗？我弄些细细。好吃。爸爸。娃吃饭。黄土哥想吃饺子，今天就做了个简单的素馅饺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，朋友们再见。